喂，华伦天奴，今晚带我边度滚啊？乜成日挂住搵姑娘你家姐咧？同我大佬去咗阿美间别墅度玩。啊，我怀疑你大佬同你家姐梗有啲问题，冇理由两兄妹好似一种情侣咁嘅。嘿，佢两个自细都系咁噶啦。喂，今晚够夜帮下口，要你家姐出嚟去夜总会跳下舞得啩？啊，尽我所能啦。啊，去啦。做个冤魂，梗系好笑啦！唉，所以话你女仔冇良心就咁解，人哋中意你，你又话人哋系冤魂。哦，我去度度佢都跟住，好似冤魂不息咁，咁唔系冤魂系咩啊？你都唔识欣赏，呢啲叫做如影随形。佢爱得你深啫。爱？嗯。喺佢字典里边。 根本就冇呢个字，佢爸爸死咗，剩落咗大把钱，终日无所事事，以玩弄女性为能事，哼，个个佢都话爱噶啦。妒忌妒忌，如果佢净系爱你一个，咁你就爱佢咯。吓你！ 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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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咁靓嘅酒，点可以用嚟打人噶？唔系要嚟做咩？啊，我嚟等啲博物馆展览，等世人知道，原来呢个世界仲有双咁靓嘅酒。送咗俾你。啊，
钱俾我，我又唔舍得咁做啦。要嚟做咩？不单止愿意，而且一直都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日，但是形势比人强，在族人的眼光里面，我们毕竟是一对兄妹，兄妹又怎能够结婚呢？婷婷，我只不过是你爸爸拿回来的养子，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一些血统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在兄妹虚有的名义底下牺牲我们的幸福，摧毁我们真挚的爱。如果将来我哋不顾一切咁去结合，世人一定会歧视我哋，耻笑我哋。世人，婷，你话世人能唔能够分享我哋嘅幸福呢？你问呢句说话系咩意思？你唔好理住，你干脆啲答复我，世人能唔能够分享我哋嘅幸福呢？不能够。啱。世人会不会分担我们的痛苦呢？所以我总感觉到，只要我们不做些对社会不住的事，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们将来的幸福是不应该受凡俗思想所左右的。你说是吗？是。有见证的爱，然之后产生无比的勇气，幸福是需要我们去争取的。平，为了我，你可以将世人的耻笑和歧视置诸到外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哋真金白银借俾你个仔嚟赌，有借据噶噃。上官庸，你咁样讲法难听啲啩？吓！你班赌棍，我报警拉晒你哋！诶，七伯，有事打翻讲，走啊！你班追魂狗友！你报警嚟做咩咧？你问佢哋咪算咯，传出嚟有咩好听啊？猪鸡！喂喂，喂喂，啊！你电话坏咗。你唔使作状啦，报警喎、啊！如果一传出去话上官子南个公子赖债，你话几丢架咧？细伯，子南将来仲要出去做嘢噶嘛？一传咗出去，仲有信用嘅？冇错啦，低低地惯铺，搞掂佢啦。
我已经同个衰仔还过几次钱俾你哋噶啦。上次我已经同你哋讲过，如果你再借钱俾佢董，我就唔还，唔还，唔还。如果你唔还，我就对你个仔唔客气噶啦噃。你咪去告佢啦，告佢。我哋啲江湖义气仔女唔轻告人嘅。哼，芭蕉。咁啊，即系冇得还噃。好闲啫，我哋打跛子华只脚，睇你几万人紧要，因为你个仔只脚紧要。你仲唔讲？你仲唔再攞枪打死你？你爸爸难命一条，唔系几顺啫。好，唔使钱，听咪扯啦。展华，嗱，咪话唔俾面你，行你三日之内搞掂佢。如果唔系咧，你啊正正之拐想做铁拐你都得啦。走。嗱，我话俾你哋听啊，呢班赌棍会再入嚟咧，我打死晒你哋。阿老爷，你唔好怒气啊！你有血压啊，不如上去休息下啦。不调子，摆硬住！你究竟俾唔俾五万蚊我？唔俾唔俾，我一个钱都唔俾，唔得咩话？我话唔俾就唔得，啲钱你嘅咩？唔系我嘅，系边个嘅？阿爷嗰个。阿爺死咗剩俾你，你死咗剩俾我，呢就天公地道嘅。我而家不过同你攞啲洗月钱啫，点到你唔俾啊？吓，你二少，你敢讲说话噶？我就算死我都唔俾你啊！俾我？俾边个？俾楚华，俾清平。混账！我话你老糊涂即系老糊涂。彩华系你执翻嚟养啊，清平不过系女仔。我知道你上官家的长子的孙，我有出世子的喎。你个孙女，我打死你！老爷嚟紧噶啦，你唔系咁心急啦。系，我打电话出入去，刘医生几号电话？诶，我同你搵电话簿。
冇聲嘅。感情嘅啫，爸爸死咗，我就系一家之主。彩华，爸爸生前对你咁偏心，我都唔同你计较啦。只要你以后安安分分，我就留你喺度。如果唔系，我对你唔客气噶。展华，爸爸死咗啫，你就你仲有人性嘅。休两句啦。叫你爸爸的身后。嗱，细佬，得阿叔教你哋玩一个天作之合游戏啦。抢唔到唔使惊，陪阿叔饮酒，抢到嗰啲，你哋睇下。哎呀！最高咧就有 number 嘅，貴到小姐嘅都幫個 number， 最正就係你 partner 啦。去啦！去啦！世界，世界變啦！不下，呢两个孝字果成日对住个奖都冇用噶，死啲心机读书，真真粉粉做。阿老爷在九泉之下先有安慰啊！我打算翻香港啊，点解啊？我唔做啦，我睇唔惯二少爷都火作火为，若果我留喺度，用乜嘢死佢，连我都激死埋啊！晴姑，你唔好翻香港啦，得你个恩啊！唔系，我仲有一个妹，佢会照顾我嘅。我喺香港买咗层楼仔。晴姑啊，你喺度都廿几年啦，仲翻香港嚟做咩？你哋一个二个都大个啦，唔使系晴姑嚟照顾你，我又想翻唐山见下我啲亲人。呢个系我香港嘅地址。若果你哋有机会翻香港嘅，你探下晴姑啦吓。晴姑，你唔好走啦，我唔舍得你。小姐，世上无不散之筵席，你哋啲心机读书，自己珍重啊。再见啦，晴姑。再见。喂，乜咁冇礼貌噶？哎，算
啦，算啦，乜算啊？你嗰个系工人皇帝啊？佢系我奶妈，佢奶大我噶。奶妈。啊，乜原来食佢啲奶啊？你要带埋呢班堕落青年喺度滚红滚绿，唔准你讲，系要讲。你打我，喂，挖死你个衰仔！嚟打，挖死你，挖死你！你点啊？唔好，你即刻唔准翻屋企啊！我扯。你呀，是被这个八婆收掉你的。行当叫你家姐出来玩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家姐，出去跟我们一起玩。是落咗啦，我们出去玩了嘛。来啊，咁闷，出去一起玩。做乜鬼啊？你问阿爸爸，我应唔应该出去玩？切，佢都死咗啦，问鬼问马咩？家姐，做人要学我咁享乐派，学佢啊，身笨啊！咧，佢而家趁紧笨啊！嗱，唔出声啊，即系默认啦，家姐。爸爸好。你自己搞掂佢，上官小姐。所以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顺变先得噶。我哋年青人啊，应该行乐及时。嚟嚟嚟，我哋一齐出去玩啦！一齐出去玩。对唔住，请你哋翻出去。诶，我哋点能够养个咁美丽嘅天使咁寂寞咁坐喺度噶？系咪？嚟嚟，我哋一齐同佢出去玩啦！做咩啫？你哋放手啦！放手。你彩华，你咪成个鼓气袋咁，我哋大家玩啊啫嘛！咩啊？有得玩啊？乜事用啊？一齐乱伦啦！赶条靓仔扯啦！喂，我咪同你讲过啦，你安分守己，我留你喺度食塞米都冇所谓。你而家打亲我啲朋友喎，算点啊你？子华，你癫咗咩？同哥哥咁样讲嘢？阿哥，佢啊想啦，呢种人正式系禽兽，一啲伦理观念都冇，你知唔知啊？佢想滚埋你分两份遗产，你仲喺度懵成成。彩华哥，子华你。子华，我哋咁闹个大佬噶，系男人都唔得噶。如果系我，我即刻走出去啊！有手有脚，边度有五食啊？系你咁衰面口，除非系将你拖喺饭要留低喺度嘅啫。切，佢想财色兼收嘛，咪打赖死啦！Thank you.
得攰嘛。你坐人咩？对唔住，头先我心境唔好。而家咧？我已经上头。你啲人唔翻去啊？系。由爸爸嘅死，佢嘅烧为重，直至到今日佢逼我走，佢嘅所作所为。我实在唔能够容忍这个家的一切，的确不是属于我的。如果你坚持不回去，这个家也都没有我留恋的余地。我跟着你走。不得，展华这个时候是很需要一个人去教导他的。如果连你都走了，那我们一点没有尽到做兄姐的责任，又怎对得住爸爸呢？哦，那你以后打算怎样？我还有一年就毕业，我打算将条钻石链和个手表卖了它，那就足够我一年的学费和寄宿费。等我毕了业之后，就出来找事做，到时我们就走咩？我哋走。我食咖啡嚟噶嘛？啊？来，收埋佢，来，睇埋啦，三条，啊，三条烟嘅，诶，啦，点啊？点咩啊？四条嘅，哇，四条几喎？
哦，黐啊！你真系专家牌嚟嘅。你都系啦，唔使啊。系啊。唉，黐条烟而家四条积啊，黐黐，喂，写支票啦。系啊，使嬲嘅。展华，你争我25盆水已经过晒期啦噃。华伦天奴有冇搞错？老友鬼鬼追我还钱，整多5盆嘢嚟啊！混账吓！我限你3日后，无论如何你搞掂佢，唔系洗定攞有定坐监噶啦。反面啊？唔系反面啩？哼，反面就假啦！我帮你，你都唔帮我嘅。乜话？我唔帮你？帮嘛？梗系啦，除咗杀人放火啊！得啦，埋嚟埋嚟。小姐，阿二少好似转咗性咁，成日对住阿老爷幅上嚟喊啊！系啊，仲闩住道门，唔知搞咩鬼咧？我对唔住大哥，对唔住家姐，我知道佢哋唔会原谅我噶。爸爸，你在天之灵饶恕我啦，你饶恕我啦，爸爸。爸爸，展华，你做咩啫？展华，家姐，你原谅我。展华，你究竟做咩啫？我冇用。爸爸死咗之后，我嫖赌饮荡出咩都齐。爸爸死咗之后，我只系得家姐你一个最亲嘅人。如果你都唔教我，就冇人肯教我噶啦。你要听人教咩？我错啦！如果仲唔快啲改过自身，用乜嘢将爸爸嘅遗产冚唪唥败晒噶？家姐，我决定将爸爸遗产嘅管理权转交俾你。每个月你只系支2000蚊零用钱俾我，等我改好咗之后，你先交翻俾我啦。一切手续我已经喺律师楼攞咗翻嚟噶啦，嗱，你只要签个字就得噶啦。家姐，你签咗佢啦，你管教下我啦，你就睇在爸爸份上签咗佢啦。就一家之主，你喜意做乜嘢就做乜嘢。喂，揾边位啊？哦，揾我哋小姐啊，请你等等。小姐啊，你电话。喂。喂，上官小姐话。我系。我系郭律师。我有啲事要同你商量一下，唔该你嚟一嚟我写字楼啦。好啦，我即刻嚟你写字楼啊。上官小姐，点解你要签呢张字啊？系我细佬叫我签嘅。咁你又知唔知道呢张字嘅内容系写啲咩喺里边噶？知。系接管家父嘅遗产，同埋呢间公司嘛？啊，冇错啦。
咁你又知唔知道令弟已经将令先翁所有嘅物业同公司全部按晒俾人，而且仲争落 Mr. 华伦天奴产25万啊？唉，傻女，接管即系要负责，法律系好严明噶。而家令弟以前所欠嘅一切债务，都系要由你负责偿还噶啦。而家我已经接到华伦天奴产嘅律师信，向你追讨呢笔款项，限你7日内答复佢。但系冇钱还俾佢噃。咁点啊？咁啊？你识唔识华伦天奴产啊？识，佢系四弟好朋友嚟嘅。啊，咁啊最好啦！你去当面求下佢，等佢帮下你忙啦。帮忙？上官小姐，你太客气啦！呢几年嚟，我一直喺度等紧一个人，帮我打理下啲财产嘅。如果你愿意做陈家大少奶嘅话，呢20几万算系乜嘢一回事啊？陈先生，你嘅好意恕我唔能够接纳，我希望你站在朋友嘅立场帮我一次忙。呢笔钱我慢慢自想办法还翻俾你。婷婷，你容许我咁称呼你嘛？一系呢，你做陈家大少奶；一系呢，好抱歉。我哋唯有喺法庭见面啦。照你咁讲，除咗嫁俾佢之外，就冇其他办法啦。嗯。咁你打算点？就算要我死，我都唔嫁俾佢，我宁愿坐监嘅啫。既然你咁讲，我啊想到个办法。咩办法啊？走。走？嗯，离开呢度。去边度啊？去香港揾。揾琼姑。常君先生，常君师奶系嘛？系啊系啊，俾我介绍你认识。嗱，呢个系我妹，呢个妹夫，你牛叔牛婶就得啦。牛叔，唔使客气咯，吓。佢两个结婚冇几耐咋，乜嘢都唔识。我又打紧工，又冇时间照顾佢哋。你认真要关照。得啦得啦，你放心啦。家姐，我份人长直土直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見到我梗會關照他們的。是啦是啦是啦，好，多謝你先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坐定食飯。好，請過來坐下。那個常官師奶真是挺漂亮的。怎麼說衰的，真是沒人理，什麼都敢做。晴姑啊，為什麼剛才你介紹我常官師奶的？哦，孤男寡女住在一間屋，费事人家讲闲话啦，你哋迟早结婚噶咯，怕咩呢？呢间屋系我嘅，你哋呢就唔使交租啦，但系要食噶。阿彩快啲搵份工做，唔系就坐食山崩噶啦。多谢你评估。我一早就同你哋谂好噶啦，到夜晚黑瞓嗰阵拉埋嗰床帘，咁咪得咯。几得意啊！
瞓着咗啦。如果我瞓着咗，就唔会答你啦。系啊系啊，诶、哎，你喺度做紧咩？我喺度想紧嘢。哦，想紧啲咩？我喺度想紧。我哋有勇气，有毅力。婷婷，你有冇信心啊？有，不过目前我哋身边又冇钱，如果揾唔到嘢做，以后嘅生活就好彷徨噶啦。你放心啊，嗱，净系呢沓报纸咋，就已经有40多间公司请人，保证听日我就会揾到份工作。夜晚冇時間同佢哋沖，咪早晨同佢哋沖定咯。
你真系管事啦。管咩事啊？牛马命就得，千祈唔好咁讲。我真系羡慕你有咁嘅工作能力啊！好似我咩都唔会做，入蠢啊！咁就系啦，呢、這个世界应该供一份好一份就稳阵啲。咧，阿牛叔啊，前天车断咗只脚，如果我唔系有份工做啊，我哋几仔嗱，即系西瓜都唔记得啦。系啊。你而家做紧份咩工啊？爹哋桶，你唔好睇小佢啊！日夜公开埋有600几噶，咁好噶？啊，系咧，上官先生做咩噶？见习记者，薪金就220蚊，校对就200蚊，班子就180蚊。啊，咁佢嘅工作时间？工作时间系好短嘅啫。见习记者翻5点放9点，校对翻9点放1点。啊，搬纸嗰份咧就等纸出齐，交晒俾代理商就可以收工啦。啊，咁换言之，呢三份工作嘅时间系冇抵足。系，我希望能够做晒呢三份工。哦，点解呢？由于我家庭负担好重，每个月需要600蚊先能够维持。咁啊？啊，我惊你嘅体力，主任。你放心，我体力能够支持嘅。好啦，我破例试用下你啦。多谢你，几时上班呢？你听日就翻工啊？系啊。嗯，你嗰份工系做咩噶？你估下。记者。你估到1/3。编辑。比编辑范围更加大嘅。嗯，咁你究竟做咩啫？除了寫稿之外，張報紙不經過我眼睛不印得的，還有印好了之後不經過我對手又不出得報館的，你說是什麼？嗯，不知道。叫做一腳踢。啊？一腳踢？不是，叫做阿喬踢。啊，嗯，原來阿喬踢的職權這麼大的？失禮。既然寫了那麼看得起你，你就要給點心機做了。啊，何止要俾心機啊，直情要搏命添啦！去佢报馆睇下佢工作环境先得。先生，请问潘彩华喺度吗？我。
我唔知道咧，唔該你問下第二個啦嚇。唔該。先生，咩事咧？請問你上官彩華喺度嗎？彩華。係啊。彩華。喂，你拖紙邊度啊？有位小姐揾你啊。攰到咩咁？一打落床就瞓到好似只豬咁，咁嘅聲。嚇！俗語有話：食得福，著得綠，瞓得生肉。你睇下我幾肥？點解你唔揾一份唔使咁努力嘅工作啊？哦，冇保證金，我又未讀完大學，冇畢業文憑，想揾份好啲嘅工作係好難。呢份工都唔錯啊，騎牛揾馬做住先。你生活得唔愉快？唔係，我生活得愉快，但係我見你捱成咁，我心好痛。點解你話喺報館做 architect 啊？啊，係啊，我喺報館除咗寫稿之外，又要做校對，又要種字，一人做三份工，即係等於一腳踢。我將佢講成英文咁好聽啲，一腳踢 architect。一腳踢，你將佢譯做成英文 architect。嗯。你做咩啊？宿舍住，学夜班。太阳是送于他的药。
小小的了上担忧通知了，为达到梦的大意从小三心共唱之。彩华哥，饭菜已摆在餐台上，请自用吧。我与牛嫂往电筒厂上班了，详细情形等我返家面谈。顺祝早安，婷婷。你翻去先。哦，好啊。为咗你同我将来嘅幸福，你就辞咗新登嗰份工，等我做呢份工嚟供你读呢一年嘅大学。你觉得我哋而家生活快乐咩？唔系。咁你就安于现状，唔好出嚟做嘢，由我负担呢个家庭啦。仲年轻，可以挨三份工，但系将来当你体力衰退嘅时候，你就挨唔住噶啦。我哋将来要唔要结婚？当然要啦。我哋会唔会有儿女啊？当然会啦。咁将来儿女嘅教养费，整个家庭嘅生活费，非你呢份职业可以维持嘅。为咗我，为咗我哋嘅将来，你就读埋呢年大学，攞张毕业文凭，搵嗰份较好嘅职业，先至系长远计划噶。话虽然系咁讲，但是要我眼光光地看着你日捱夜捱，那你供我读书，我读得不安乐。我知道你是会读得不安乐，但是先苦后甜的人生是最快乐的。只要你心目中有我，而我精神上得到慰藉，目前肉体上的辛劳又算得咩一回事呢？婷婷，乖乖地听我说话，俾我搬入宿舍住，开日夜工，你就俾啲心机读埋呢一年。我全部嘅希望都寄托晒喺你身上。可以见到婷婷。
解围，此山春雨水，把忧伤尽逝。用书面言苦悲，说不出我心底，写一切未到底。唯有专心致意，粉面朝夕以计，报以他日快慰，困境但为完成建立。你參加聖誕舞會有冇 partner 㗎？喂，冇啊，等我介紹個俾你啊！你放心啊，我會請個仙女嚟做我 partner 嘅。聖誕拜舞會做你 partner？ 我有冇咁嘅光榮啊？有冇啊？我對唔住，我唔想去。你請我第二個女同學。真嘅，我真系真心叫你去噶。你放心啦，我唔会妒忌嘅。你估我知唔知道？你心里边想紧啲咩？想紧啲咩啊？你自卑嘅作祟。咁唔系嘅。如果俾你啲同学知道你个 partner 系工厂妹，佢哋会笑你。咪咁傻啦，笑咪有得佢哋笑咯。喺我心里边。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、最高贵、最伟大的女仔。喂，蜻蜓啊，做咩咁近你啊？我想讲起件衫去参加圣诞舞会啫嘛。是不是你的男朋友请你去呢？是啊，唉，真是好了，去参加他那个大学班舞会。你说什么话？去参加大学班舞会啊。大学班舞会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工厂妹什么真是萝卜皮啊？是啊，我都不想去的。切，工厂妹好大呢。
大众眼笑甚富娇气，你工作少女开开，舞尽欢快乐意。宝箱落在边个人的手上呢，就请各位新手入去箱里面拿张纸出来宣读给大家听，然后就照做。第四人说我爱你，然后锡他一啖，肉紧啲。1、2、3、4啊，好有人，你真系得噶，你真系艳福无边啊，我羡慕死你咯。Music。唱歌手以是庆祝圣诞。
你怕吗？唔怕，有你喺我身边，我永远都唔会怕。但愿每一日都是圣诞，每一个圣诞都好似今日咁快乐。彩华，多谢你赐俾我一个有生以来最快乐嘅圣诞。呢番说话应该由我讲先啱。婷婷，你半年来你实在太辛苦啦。我唔准你咁讲。告诉你，令到我这么快乐的并不是今晚玩的吃的，而是你。你竟然间不嫌弃我是一个工厂妹，带我去参加你们的班舞会。在舞会里面我很细心地观察你，你并不见我的寒酸而感到自卑畏缩，相反的，在你的目光里面处处都流露出有我在你身边而感到骄傲。你好满足，这半年来我感觉是值得的。亦是最爱我的人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仍然在搬紧布置。如果不是靠你的双手，你做什么？我不给你看。我的生活，如果我将来稍有前途的话，就是这双伟大的手创造出来的。你听我讲啦，家姐。你好放手咯噃，如果唔系我大声嗌噶。家姐，呢次我嚟香港，我带埋郭律师嚟噶，目的就系要取消你以前签咗嗰张接管纸嘅。你点知我喺度做啊？哦，我哋喺移民局查到你嘅地址，
我唔知又揾你唔到，拉尾问你隔篱嗰位老伯先知你喺度做咋。哦，家姐，我而家带你见郭律师办理手续咧。家姐，我不远千里迢迢而来，唔通唉仲会呃你咩？好啦，等我同管管讲声。得啦，上官小姐，我同你请假，你即管去啦吓。食蒲梨子嘛？唔食。啊，唔啱饮杯酒啊。嗯。咁饮支汽水啊。好啊。咁大冇人住嘅。哦，呢间别墅雕空咗好耐噶啦，我哋租咗冇几多人，所以乜都未执好。哦，你哋租嘅？唔系，我意思系话我朋友租嘅，嚟为我哋姐弟重逢，成人，成人。郭律师咧？我即刻打电话催佢。咁你即刻嚟咯，好，一阵见。佢而家嚟。嗯。家姐，仲使唔使饮多杯？唔使。哦。你做咩咁好笑啊？哦，我笑你点解忽然间做起工厂妹啫嘛？问你自己咪知啦。啊？系嘅。是我错，是我错。我今日就希望弥补过去的错，使你重过以往的好日子，不用再做工厂妹啦。哦，看他大到不似是，唔通他有事？哦，好，等我试下他先。展华，华伦天奴诊。几好嘛？嘿，我都冇见佢好耐啦。系咧，点解忽然间你会问起佢噶？冇，我想起佢以前对我嘅事，大家冇见咁耐啦，顺便问下啫嘛。诶，你觉得佢个人点啊？点啊？佢个人都几好啊。衰女，出嚟挨过你就知啲钱好嘢咧。你想唔想见佢啊？我隨時可以找他來的。啊，我果然又上了他當。那嗱，這個小佬算不話得了吧。你做什麼？你哎呀大姐，你不要走啦，剛才你喝了那杯汽水，我已經落了深水炸彈了，啲藥力好巴辣噶，無奈啲藥力發作，你就軟手軟腳，成個軟曬噶啦。就算俾你走啊，你咪至多走到火車路邊就慣低，咁咪斬曬腳骨你，係咪？華倫天奴診就嚟啦，一陣間你就可以享受下人生，成為陳家嘅大少奶啦。Thank you.
爸死咗之后，你败咗佢副身家，赶走咗彩华哥，呃我签字，逼到我走嚟呢度避开你哋。估唔到为工作做嘢，你哋又唔放过我。你做咩鬼用痴情可以？如果我俾华伦天奴亲佢，我就死过你睇！你系禽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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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禽兽，禽兽，禽兽，禽兽！你癫咗咩？婷婷，你唔使惊，我千里追踪，千方百计，今日总算得偿所愿。我爱你入骨。喂，闹得好，本少爷最喜欢刺激嘅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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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婷婷，